结果我和表弟一直是同一个人。什么？哈喽大家好，赖皮今天给你们请到了我巨能整活跟我玩了好多年的好朋友，跟大家你们点东西。喂，嗨，你没有发现这个铃声是 Ed 的歌，有专属铃声。我发现了，你专门为我换的吗？没有了，每个妹妹都不一样的，要对症下药。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意难平的恋爱经历？刚大学毕业那会儿，跟一个比我大4岁的姐姐，因为我们都是在互相喜欢的时候，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。是什么客观原因呢？她怀孕了。那你们后来有再见过吗？有见过，还是希望她好。你们当时有什么很甜蜜的回忆吗？就是她就很照顾我，觉得我比她小。就我发现女的好像都是这样，可能不一定会爱老公，但是一定会爱小孩。所以就是我知道她怀孕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结束了。真的，天哪！我听这段，我感觉眼泪要下来了，好悲伤的故事哦。那你现在来说是喜欢姐姐还是喜欢妹妹？放在以前我毫不犹豫的回答，喜欢姐姐。哎，现在嘛，干嘛要给自己设限呢？那我这么问，你喜欢什么星座呢？我双鱼座，每个星座都是小宝贝。为什么喜欢双鱼座？双鱼座就是属于那种可以点到你流泪的星座。全是演的。当时我跟他在一起，哎，这么说的话，感觉我就是只对什么性情，那些不是的本人就不是，只爱性感。有一天，我表弟跟我说，他去上了一个新的航行，结果我和表弟去的是同一个人。什么？那个 CPU 要烧了。聊一点轻松的话题，你出去玩会带女朋友吗？出去玩最重要的是不开心，怎么样才能开心呢？那当然是认识不同的妹妹，抓住此时最开心了。在卧室也能抓，在厕所也能抓，在也能抓，在哪里都能抓。可不敢胡说啊！不愧是初代 SSR 女海王，背上还有抓痕哎。